Non ci le va.我要去买水了，正宗龙虾吃点啥么子啊？我想吃红烧肉，醉蟹，咸鸡，八宝饭。隔壁阿姨好像已经在烧了嘛，我都闻到味道。还有楼下头的桑基馒头，隔壁头的茶饭馄饨，城隍庙的小笼包，还是自家屋里向的味道好。今早阿拉到啥地方去白相啊？我们上个礼拜不是去过电影院了吗？还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的那家。哎呀，那个时候看电影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现在想起来，嗲得了不得了。昨天不去就不想呀。我前天不是带你去了吗？去的食品商店，我还买了只哈喽给你吃，你忘了？哎，怎么去就不想呀？好，那我带你去剧场好不好啊？我跟你说啊，看话剧有时候比看电影哎呦扎劲。如果我碰到我喜欢的话剧，我一天可以连着看两场。不过说好了啊，我们要等暗场了才能进去。有。那你到底要去哪里啊？我去看那一席。看《龙猫之梦》，小鸡头侬看得懂啦？不好，我走了。开工啦！开工啦！等我吃完了这口再说。好，再来再来。我碰到我喜欢的话剧，一天我可以看你。笑错了。